真的，就这么跟我分手也无所谓吗？真谢谢你，要是你改变心意，我还觉得困扰呢。我要跟陶振厚本部长订婚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要把本部长牵扯进来，快停手！本部长的心意呢？想知道我的心意？正向的金瑞贤，努力的前进着。我实在不能再看着田秀因为你而哭泣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综合台，他的神话。